香烟袅袅通三界，祈求平安富贵开，灿烂明天照圣贤，祈求子孙万万年，红龙大喜地大发展，有无？红龙大喜地大发展，有无？来，接下来来开始啊，来。从事什么行业的？省电公司。省电公司。我开花式撞球广场。哦，袂歹啦，弄球的，咱穿戴让你开开弄球的啦，嘿，来，穿戴让，甲咱迄球啊来，你咧麻烦。今日啊，伫北大有开花式撞球。喂，这个鱼皮吼，足水，喂，啊，鱼也嘛足好钓。
鱼人大家爱钓鱼的，爱食大闸蟹，为了大家出来，哦，莫小哥你要拍这啦，拍十二只。好来，咱掌声鼓励啊，咱出动来。来，咱来邀请资深美少女游淑慧来唱一条。原来你们爱对我，请上台。先甲各位讲一个故事啦，吼，有一个小姐吼，去年吼来遮钓过大闸蟹，也捌捌过大闸蟹，也捌食过大闸蟹，竟然讲袂记大闸蟹生做啥款，伊来咱哩一个带来遮回乡的基地，来遮要甲伊好来，吼，今摆上台要献唱这位吼，伫咱管护所办的民谣百年。跟这位代表选手就算了哈，来第一位候选人，你给咱点什么歌？重出江湖，江湖惊大家过个重出。喂，好，谢谢。
掌声。